这么快吗，上次？ 他们撸一级学 Q 也挺头铁的，对啊，这 W 学的头铁。 快吗？快点没有啊！既然不是三波限制，也是因为对面一下线没飞。这是要扛，那可以扛嘛？但要打个 QA， 如果我 Q 没飞到，那就有点难受了。 能不能再压一波血量呢？看辅助吧。注意到的话，拉再压一波血量。大黑暗收割也挺猛的，也拉带彗星的呀，带彗星消耗能力更厉害。大黑暗收割我也没见过。 下路玩不了，对，啊，这边下路玩不了，我直接去卖，放心，手上捏着屏障。 把死之前把这个。
高的呀。六个助攻啊，都没有到什么精致的程度。我想起了发现伊克林精神墓穴的经历。所以我安全的路，无聊的路。玩思路啊，顶级思路哥，看我信号打包没错。直接立功，他们要有人回去守杀他。还去不掉吗？我想起了发现。真别来打了，不要。Thank you.
盘正是我的错。我来了。感觉不是就看刷牙不是过快我也追不了你打的鳄鱼叫你去带了，你来干嘛？啊，到时再见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中单打团有什么用啊？告诉我，打团有用。上去上路再带过线，那高地推的不多好。真没用，这英雄，他这把打团就没什么用啊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。